你怎么会跟那种人当好朋友啊？看我上辈子欠他的吧。今美丽的夜，我认识很久了。动人的你，二十。郑哲手，这个在我旁边看起来很害羞的小男孩是李龙，他是我的邻居、同事、家人，我们是认识20年的好兄弟。我们还会是好兄弟吗？就知道你最好。这世界上，但不是自己心爱的人不如你，还是占绝大多数。我就不会这样委屈自己，直接变成我的主角。什么梦想？好像从以前开始，我就一直强迫你做很多事情：庆生、吃面、喝酒、看影集。甚至最近的相亲计划。抱歉啊，我就觉得很多事情想你这个兄弟陪我一起。人都来了，终于看到了。知道月亮之所以会发光，是因为反射太阳光。如果没有太阳，就像月亮自己会发光。只有成对两个人就可以一辈子在一起，只是我可怜白小胖一个孩子。但老板说那个怪人被捉了，原来那个怪人就是我。意思是我爽过是我觉得重要的。你爽还会痛吗？没有，你以前就是这样害的。相信换做你相信命运吧，感觉这件事暖暖。是副理工吗？你不是想要知道答案吗？你害怕了吗？对，我就是在害怕。我害怕失去你，我害怕我越喜欢你，你就离我越来越远。我们再也不会像过去一样，知道吗？Our true roots is to break. Let's die. Fires for heaven's sake. Our hearts. Our true roots is to break. 不会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就不会害怕。你是不是想啊？因为我会用尽危险，我会挡住你的后路，希望和你在一起。没关系，我会改变很多啊。对的，真爱你，没有你这样的世界。我没有要你把小公照顾成这样。你先开始，小公先开始的，不重要吗？你是要问谁吗？谁先开始？好，我先开始。我喜欢他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伤害到任何人。你为什么要一直帮你妈妈？你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。我感觉自己拥有了全世界，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你的爱。你不在，我幸福已经在你的眼前了。但我相信最后一定会是一个幸福快乐的 happy ending。是男主角吗？